这个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的家，但大部分人都不会珍惜。终于，浩劫来临，地球变成一片荒漠，大部分人类移居外太空。多年以后，荒漠中的一座神秘古村长出一片绿洲，暗藏着诡异危机。星际联盟派人回到地球进行探索。艾薇儿，西小鱼，王局长，飞鹰艾薇儿及间隙飞鹰西小鱼，隶属尼玛太空安保有限公司合约雇员。飞鹰艾薇儿，经济特警，负责逮捕星际歹徒，武器量子光剑。间隙飞鹰小鱼，间隙特警，跟随艾薇儿学艺，武器光子神功。在公元2089年5月20号奉命执行星际联盟委托项目 MMP10086号，逮捕疑犯车大炮，涉嫌制造生化毒物。王局长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星际联盟派两个女娃来，就想捉我车大炮，太小看我了。等我的改造人兵团完成最后一块拼图，整个宇宙属于我的。我们该不会是到1909年了吧？小鱼，查一下定位，还有年份。我们现在是在2069年，亚洲南方，这里以前是条矿村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。艾薇儿姐，你觉不觉得这里挺诡异啊？Boss， 鱼已经进网。一起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欢迎回到地球。充完的电。
四四二四六四已经开始行动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出去增援他。是，大 boss。那边 ，boss， 四四二四六四报告，大批改造人正在赶到。要改造人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他们抓到。是。小鱼，启动防护网。是。总部，总部，飞鹰西小鱼和艾薇儿正在受改造人的攻击，请求支援。我靠，关键时刻又坏了。艾薇儿姐。请求支援，特遣队都派出去应付检查工作，不能够派遣给你们。公司显示你们可以用时光机离开现场。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先穿越吧。我明明是设定要穿越到2019年的，现在去到2080年，这什么人搞的鬼啊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车胎泡所为。他让我们来这儿干嘛？警报响了。那您可以去问问车胎泡了。
喝一口吧，暖和一点。Whisky。火星上种不了大麦，只能靠分子组合。嗯，还不错。谢谢。艾薇儿，我相信我们这一次见面是上天安排好的，我们一定可以回到之前那个样子。过去的感情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向前看吧。我现在还有任务在身，我们的事以后再说。可我还是很爱你。平凡，我们这次分开以后还会再见吗？我们的感情会被冰封的，很多事情都会忘记，感情都不在了。那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那你答应我，如果我们的感情解封了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不管我记不记得，我不想失去我们的感情，好吗？平凡，平凡，恭喜你，你可以解封了，你现在可以自由在火星上面活动了。那我想拿回我以前的东西。你的所有私人对象在运送离开地球的时候发生意外，太空运输舰坠毁了。那我要回地球，如果能够回到地球，就有机会找到属于我的回忆，任何一件回忆都可以陪伴我度过一生，提醒我这是我一
水还有热气，刚才应该有人。嗯。别碰茶杯。这种陷阱万事万灵。说你们是谁？你就是车大炮吧？装啊，给我演戏呢是不是？你们才是车大炮的人吧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人去哪儿了？如果让组织知道我变成了改造人，我可能会被安保程序格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不是车大炮的人，你别激动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觉得你可以杀死我们吗？嗯，三秒之内我能让你的武器在我这里。哎，你们俩现在是被我绑着呢。好，我数十声，如果如果什么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太棒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。你没事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万古恩，是研究地球矿物质的科学家。万古恩，你可是个名人啊，被星际联盟所保护身份的人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们是一伙的，是站在正义的这一方。哎，他到底是干嘛的？他是车大炮以前的手下，后来被星际联盟策反了，现在他正在被车大炮的追击令所追杀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是飞鹰，你应该保护我呀。保不保护你我说了算。没干嘛，老师。没干嘛。哎，我这可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们？你神神秘秘的约我来干嘛？我还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。生日？都这么久的事情你还记得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心里还残留着很多对你的感觉。你生日我也没准备什么生日礼物，我记得你很喜欢这个。
我以前真的很喜欢烟花吗？我不太记得这种感觉了。以前，现在开心就好。是，现在开心就好。我是想说，活在回忆里，感觉很不真实。我喜欢爱在当下的感觉。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就像以前一样。尤流星，啊，很漂亮。乖乖的做改造人，乖乖的替我杀了万古恩。哎呀！东西干什么？流年，你在干嘛呢？我要给小鱼报仇。你根本就不是车大炮的对手。我不管。疯了。艾薇儿，我不像你这样凉薄。小鱼当你是他姐姐，他枉死，你却一心只想着任务，任务，任务。你根本就不配当小鱼的姐姐。我杀了我妹妹，我心里也非常难过，但使命所在，我只能选择这样做。但是昨天晚上如果换做我是他，如果是我变成他，他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宿命。明天再走，再走，你们回来！
良心的呀，我快难受死了，我要去星际联盟去投诉你们啊。哎呀，救命啊。四四二四六四报告，万古恩出现，大批改造人正在穿越来这里。投诉你们，救命啊。车大炮怎么没出现啊？不会不敢来了吧？你看见那个公仔了吗？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穿这种婚纱的。现在是移民太空的时代。挺高啊，试试看。现在，这两个二货都什么时候了？还穿着婚纱玩过家家，我受不了你们了！我，出事了！
帮你止血。不用，我撑不住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好的。我体内中的是爆裂弹，我应该已经失血过多了。我不管什么爆裂弹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好。我给你拿急救包去。不要，不要再为我冒险了。那些医疗包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阿维尔，这是我研发的一款药丸，但是我还没有临床实验过。吃了这个，可能会让枯死的生命自我复原。你愿意为我赌一把吗？好，我做你第一个实验品。一个吻，答应我，这次一定记得我，好吗？一定记得。你们能逃哪儿去？飞鹰死了吗？报上了。你想跟飞鹰一起死啊？那我可不能成全你。BOSS 要把你们都变成改造人。上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给我放开他！别怕，成为改造人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辛苦你了，都是分内的事情，这次我做得不好，应该受到处罚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
根据他们体内的木马监控系统传回的资料，艾薇儿和平凡冰封的感情已经解开了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可现在艾薇儿是超体，这对我们很不利啊。超体？对，现在只是我的一个猜测。你本身注入了加强体力的战斗能量，又服用了我的生殖物药丸，注射了车大炮的生化病毒，让你大脑里面产生了极大的能量，所以你变成了超体。超体是我一直追求的科学现象，我一直利用你的身体试图培植超级生化病毒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艾薇儿变成超体人证实了我的想法。在这个高强度的能量下，你被冰封的感情已经解开了。这个嘛，我可以证实一下。这是一个把过去的爱和现在的爱结合在一起的吻。你觉得这个能量可以传达吗？我倒是可以冲击一下，解封你被冰封的感情。我觉得这个靠谱，但是刚才那种能量好像还不太持久。如果我得到超体攻势，我可以把我所有改造人变成超体人，到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在我面前跪下来。 Boss，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。突然没有能量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个补充能量的方法？你这个样子很讨厌。哎，你让我补充点能量，让我咬一口，咬一口也行啊。咬我！咬我！咬我！嘿，能量！哎，改造人咬我！咬我！这两个二货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穿着婚纱玩过家家？啊！Boss 很快就会来这里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 Boss 一定会论功行赏的。大 Boss 让我在平凡身边潜伏了十年，现在终于有回报了，辛苦你了。大 Boss 打算怎么处理万古恩？和你一样，变成再改造人。别让万古恩跑了。我逃出那里之后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来时的路。快给我拿点药。你放下，我不信龙年是半改造人。你不信拉倒。我也不相信，但是作为飞鹰，我必须考虑到任何可能性。之前刘莲拿武器去找车大炮，现在想来他可能另有所图。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绝对相信龙年。我说你想要弄清楚事情很简单，把他叫过来问一下就知道了。相信我，我可以让他说出真相的。你怎么确定流年在这儿啊？我和他工作了十年了，我是他的老师，他的思维方式我非常清楚，我敢确定他一定不是车大炮的细作。这个嘛，找到他问清楚就知道了。对，先找到他再说。哎，流年，别过来！我已经变成改造人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老实跟我讲好不好？我为了替小姨报仇，决定假扮成改造人混入他们队伍中，就能找到车大炮的机体。
事与愿违，被他们发现了。看来你很喜欢做改造人嘛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把他带走。就因为这样，我变成了真正的改造人。流年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啊？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只是想找车大炮，我要跟他拼命，我要为小鱼报仇。哇，还好来得及时，赶上了。我好喜欢流星啊，就像灿烂的人生一样，最好不要停。就是那场流星雨给咱们带来了缘分。那天是晚上吗？我根本看不出来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那个地方就在古城的附近，周围有许多虚拟的掩护物。哎呀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清楚嘛。我可以用你的记忆去寻找他们。你怎么寻找我的记忆啊？这是我们安保公司出的新产品，这个药丸可以找到你的记忆。啊，不过之前没有人用过，你是第一个。哇塞，你们这个产品真是太棒了。不知道管不管用啊。阿维尔，太危险了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平凡，你留下，你帮不了我。阿维尔，虽然你现在是超体，但你只是一个人，不能让你自己去。我已经通知安保公司了，他们会来支援我的。在他们到之前，我必须盯着车大炮。你们那个安保公司太不靠谱了，你听我的。放心，等我回来。你必须向我保证，要保护好自己。嗯。
平凡，有没有水？我渴了。你身体里的超级生化毒血清我已经培养了很久，今天终于有用了。 Boss， 你打算用在谁身上？今晚艾薇儿就会来这里。 Boss， 你就在这里好好招呼她。艾薇儿是超体人，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所以你要尽力消耗她的能量啊。那我会被他消灭的。我这次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很难过，但为了宏图大业不得不为之。你有意见吗？你很早以前就告诉过我，这是我的宿命。我有机会组建超体人兵团，但你没有能力驾驭他们。你在我团队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感谢你这些年来。让你来监视我，等到他抓到车大炮以后再来查找我和流年到底谁是细作的真相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其实我就是啊。怎么样，意外吗？我就是星际联盟口中的疯狂科学家，宇宙最危险的人物车大炮。车大炮怎么了？什么谁啊？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也是一个半改造人。许久不见啊，艾薇儿。车大炮在哪儿？我是编号442464的半改造人，想见我的主人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这样的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，我不怨恨 Boss， 因为是他带我见识了宇宙、时空和这世间的万物，
虽然我没能得到他的爱，但我满足。就是车大炮，恭喜你，飞越艾薇尔，你刚才消灭了我的半个改造，把你的意义更新了，你是不是很想上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和我的新的超级改造人战士就在柏林大街上，你一定要来，否则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你的皮。找我吗？你是车大炮，还是万古恩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和平凡体内都放了间谍木马，而且我还在废屋放了安保系统。如果车大炮的人来，他一定会报警。但是他始终没有想过。这说明敌人就在屋内。好厉害啊。其实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我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设计出来的，包括飞鹰抓捕我的任务都是我黑进星际联盟的行政系统里加进去的。你们都不想想，通缉一个红色警报罪犯怎么能找尼玛这种垃圾级安保公司呢？万古恩是我的下属，他反叛我，连我都找不到他，你们怎么可能轻易找到他呢？你还记得什么？平凡研究出了地球自我修复的一个方程式，整个联盟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他，只有你。我想，这个方程式应该是存在他被冰封的情感里，只有解封他的情感，你才能得到，对吗？艾薇儿，我真的低估了你了。你放弃吧，我是超体，我可以阻止你。我很清楚你的弱点，出来吧。平凡是我的超级改造人，你会杀他吗？我先杀了你。
你一个。谢小鱼呢？